建于1920年代的新富市场，是台湾呢很少见的马蹄形古迹市场，同时也是日治时期建制而且保留至今的一个市场，非常的具有历史意义。而这里呢就像是京都的景市场一般，这里头啊有拱形的顶棚可以遮阳挡雨，而顶棚下呢卖着生鲜的蔬果、熟食、生鱼片、渍菜、炸排骨酥以及炸牛蒡等等的许多美食，初来乍到的时候还真的会有一种走在京都的感觉。而市场里头的气氛不同于艋舺区外围一般的喧嚣，反而是有一股市井小民的恬静，让这里呢一代传承一代的美味吃起来也格外的安心。